刚出生的婴儿呼吸困难，诊断为 CDH， 急救的时候不能做什么？不可以给他用氧气面罩，会导致气休。哼，有念书。那做手术前要洗手是谁提出来的？耍我。 Simon 说昨天被抽问麻醉药的历史。哼，钟教授早安。钟教授早安。哪位医生提议做手术之前要洗手？是在1847年有一位匈牙利医生 Agnes Semmelweis 提出的。当时欧洲的医生常做解剖，但是做完之后不洗手就直接为产妇接生。 Semmelweis 发现很多产妇会因为产褥热死亡，所以他提议做手术前要用漂白水洗手，之后产妇的死亡率就从18%降到1%。嗯，今天这个手术是香港第一次用微创为病人切除胰脏肿瘤，大家要集中精神。知道。准备取出肿瘤。好。你把样本拿去病理部。再拿四包血，四包血小板。好的，继续吸，往我这边，还是很多血，再加根吸引管，吸吧，吸干净，要吸干净，止血纱布塞进去，看不清楚。找到了，皮静脉破裂，止血结腰，裂口很大，要切除脾脏，希望可以止血，剪刀。心脏皮膜。有 pulse。缺氧多久？12分钟。喂，别搞那么多事了。病人死了，手术室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，有没有搞错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我离开手术室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还想不想毕业啊？这份美。
能不能呼吸？觉得哪里不舒服 ？SpO2 60， get the number 3 mask。我是安宁医院儿科的医生，我姓霍，让我看看。胸腔无起伏 ，MBO 拜。阻力非常大 ，cyanosis， 要准备插喉吗？可能吸入脓液，里面全部都是灰，舌头肿大，无法插喉。做 critical 五号管，知道。继续按，哦，好。麻烦你。听管子，去医院。OK， 先过床，一、二、三。男孩，5岁，吸入浓烟，呼吸道灼伤，现场做了环甲膜切开术，左腰有瘀斑，怀疑内出血。通知手术室 ，OK。SpO2 多少？95%。身高110厘米。准备给他输液，准备麦打麻醉。帮我通知 PSU， 我想把伤者翻过来，看有没有其他伤口。OK。EUT 是不是你来做？我准备一下。Thank you。没事吧？哦，早上有大事故，我刚好在附近。Oh, 来接收病人。你老大。你老大。嘿，真是你老大 ，Michael， 你肯定认识 ，DOJ 的高层。嗨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他是洛婷婷爹爹，婷婷情况还好吧？给他做了超声波，是急性阑尾炎，刚送他去病房了。再做几项检查，没其他情况就能做微创手术了。哦，微创您肯定听过，也就是用腹腔镜做的介入手术。首先呢，我们会注入一些二氧化碳，建立人工气腹。进行腹壁穿刺，在肚脐的位置开个小孔，再插入腹腔镜仪器做手术，整个过程很安全，很简单。手术完成后，就会留一个很小的疤在。我去工作，绝对不影响外观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来来来，喂，早啊，快叫芳芳姐姐。芳芳姐姐，乖 ，No， 免谈。拜托，整个西北医院人最好的就是你。整个西北医院的没一个好人，你省省吧。完了完了，我真的完了。你每次都这样，我都下班了，又要我加班。求求你啊，就一个小时，他们的妈妈没法准时下班吗？那天你说半个小时，结果呢，3个小时。我可能能弄到伊森演唱会的票，可能，你可能就快死了。再不走我就死定了。那你们乖啊，听芳芳姐姐的话啊。妈包啊。
对呀，你好棒。握手位呀、啊。他不跟你握，我跟你握啊。好了吗？莫佳敏，是胡须医生。说了不准乱动，是不是手痒啊？不好意思、啊，医生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小千，那跟你玩个游戏啊，坐在上面，但是双脚都不能着地。你猜你能坚持多久？一天。不可能，我能做到。来试试，那不准着地啊！只要着地你就输了啊！坐好啊！不好意思，许医生。哎呀，不要紧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来，帮你检查一下伤口。闹闹闹，我在看你啊，脚别偷偷着地啊，会输的啊。伤口愈合的不错。他换了药之后还有没有吐啊？没有。我有。你每次不想上学就说想吐。最讨厌上学了。知道你装的。小倩经常吐吗？最近啊，不知道跟谁学的，一不想上学就装病。你除了想吐之外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没了，免得又说我装病。小倩，你到这边来。不要。你是想让我的脚着地吗？哦，你怕我猜到你还有哪里不舒服是吧？肯定猜不到。你头痛？没有。肚子痛？哪里算肚子呢？是不是这里痛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你坐在球上双脚不着地果然厉害。哎，那么你可不可以乖乖的躺到床上让我帮你检查呢？可以的话我给你个大奖。那多容易啊。好棒，有大奖。要做完检查才有的。收病人。回家，请问可不可以借我一支笔？就你玩啊！给我看看，你自己算算，多少钱？好难啊，这个不好玩。大家早啊！胡须医生，你猜我今天画了什么呀？哇，这个很难猜啊！医生，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玩。待会儿教你。那你们跟我出去，别打扰胡须医生工作好吗？我不要。那谁听护士姐姐的话呢？谁就有贴纸，乖的举手。我乖。你们都很乖。我最乖。好啊，你们都乖的就都有贴纸，但是贴纸呢，我交给护士姐姐保管，你们要听她的话才有哦。嗯，知道。莫太太。小健，刚才护士带他去做检查了。莫太太，你先坐下。CT scan 的报告出来了，小健的后腹腔有一个肿瘤，大约5厘米，初步看来像是畸胎瘤。畸胎瘤是什么？是不是癌症啊？目前看来应该是良性，不过要先取样做完化验才可以确定。但是因为肿瘤比较大，所以我们会尽快安排给他做手术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喂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带他做完 MRI， 准备推他回病房，没想到一进电梯他就跑掉了。喂，小朋友，喂，
Emmons， 聊两句，你的 EOT 能不能往后推推，让 K 的手术提前 ？Michael 他拼命的吵，说他女儿的手术等了很久还没轮到，而且观塘的交通事故弄得二十几个 OT 全都满了。但我的病人五级，肾脏破裂，要马上做肾脏切除手术，那起码三个小时。Michael 又要吵了。今天麻醉科是 Joey， 应该会比较快，那我尽量90分钟。That's much better。最好再快点 ，Amos， you are more than famous。张振轩，男孩，5岁，严重车祸，五级肾脏破裂，要做肾脏切除手术，清楚吗？幸好是你。我不大明白。今天很多 trauma case，OT 不够用。主要因为 Michael Law 的女儿在等，我们准备好了。要尽量在90分钟内完成，集中精神。OK， 开始，走。Clay， 继续，还有一把钱。姐，准备翻开 column， 撒肾。梁教授，嗯，Michael 一直催你，哎，受不了他，所以来躲一躲。整个批座，这里的风景最好。把血吸干净，清除血肿。现在取出肾脏。心跳突然加速，BP在下降。还有出血点，三婶 ，Boss， 先止血，找出原因。再吸，要吸干净。加一点去氧肾上腺素，拿一包接龙。多拿一些纱布，看看是不是后面出血。不行，BP越来越低。找到出血点没有？还在找，好像是后面流出来的。找到了 ，IVC 破裂，5针。先拿一包接了维持 BP。OK， 开始缝合。折叠了，完成。血止住了，进气步枪 closing。嗯。控制 K。师傅，好重啊！哎呀，哇，这是被黎教授弄坏的模型吗？我到现在都想不通啊，为什么能设牙科中心、眼科中心、骨科中心，但是儿科中心几十年我们都争取不到。我记得50年前 Dr. Harrison 说过，在安妮医院应该有一栋独立的儿科大楼。从 Dr. Harrison 到你师父黎教授到师父你，争取了三代了。当年黎教授说要低调，叫批座就行了，P
P 就是儿科大楼的意思，可能就是因为太过低调，结果呢，他们这个抢一层，那个又抢一层，最后儿科呢就这么剩下两层了。他当时气的，我记得他把整个模型推到地上了，有没有吓到你？你是不是觉得他特别凶啊？开始那两年，我看到他躲都来不及啊。我在杂物房找这个模型找了很久，我还特地请人帮他做了个罩子。怎么，打算放在这儿？我觉得研究室呢，缺一个有煞气的摆设。我把这个模型放在这儿，就是要时刻提醒我们，就算前期经费批了，地皮批了，也不能代表什么，因为随时可能被人夺走。颇喜欢拍 Michael 的马屁是他的事，你干嘛那么傻呀？你帮他拼命，如果刚才 EOT 失败，你不就惨了？我知道你希望将来升了职跟谁都可以保持不错的关系，但你也要分情况嘛。知道了，我不会了。其实呢，我也觉得有点后悔啊。哈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我相信你才怪，你根本就是喜欢向高难度挑战。哼，希望你这篇论文可以登上 MAJP。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通讯作者写你的名字。师傅，你是院长啊， Corresponding Author 当然是你了，整个研究都是你做的，经费是你争取到的吗？我现在要帮你上位呀，我已经正式向委员会推荐你做外科主管了，现在最重要是什么？是让大家认可你。师傅，不要再说了。发炎这么严重，很容易伤到肠道。继续微创，还是直接开刀？病人是女孩子，我想尽量让她别留下太大的疤痕，我再试一试，不行再开刀。很黏，看到阑尾，微创剪刀，准备取出样本。说手术是他做的。哦，他没说，他是刚好脖子抽筋，点了一下头。啊，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花90分钟做完了3个小时的手术。我不知道我的病人再等一个多小时会怎么样。如果真要做开放性手术，我想你老大会杀了我。喂，你不可以一辈子被你老大欺负的。没人罩着就只能受欺负。到底什么时候才宣布你升职呢？谁说的？所有人，你快升职吧，帮我们出头嘛，出来帮大家解决所有麻烦啊。有什么好处？我想工资会高一点哦。
小健被车撞到之后，撕裂一直延伸到肝门，动脉跟静脉断裂，肝保不住了，不换肝撑不到两天。不过幸好他爸爸的肝核是可以捐。我们肝移植组刚成立没多久 ，HO 规定我们每个月只能做一个手术，这个月的配额用完了。病人要是没有畸胎瘤，换肝是可以救他的，但是后腹腔肿瘤那么大，还靠近 IVC。院长，我是希望肝移植手术跟肿瘤切除手术一起做，这样才能真正帮到他。先不说这样是不是太冒险，我们现在没有配额，说什么也没用。配额可以跟 HO 争取吗？我有信心可以争取到。两个手术一起做太冒险。我不管冒不冒险，因为不冒险小健肯定死，风险太高了。现在又不是没办法，我们总不能看着病人死也不试着救他。老实说，就算你能说服 HO， 我跟院长也不会陪你冒险。我们每做一个换肝手术都要交报告给他们，我不想有一个报告写 die on the table， 影响我们整个移植组。User claim, sutures application to control a major vascular injury. Sometimes temporary aortic occlusion may be necessary. 。Basically, do whatever you can to stop the bleeding. Understand? See you next class. 有个 case， 看你没兴趣。肿瘤离 IVC 很近，肝移植手术跟肿瘤切除手术一起做肯定是最好的。来找我也就是西北没配额。西北的配额每个月就一个，但是你们有整整30个，反正也用不完，没必要浪费。有配额又怎么样？西北的人那么保守，谁敢做？你不是吧？安妮跟西北在 HO 属于不同联网，你不怕得罪人？你知道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那有件事我要说清楚。我现在不是来求你，而是有个小孩在等着你救命。我想你应该还记得，你欠别人一条命，现在正好给你补偿的机会。病历我发给你，看完回复。有 pulse 了。缺氧多久？12分钟。Closing. Call PICU. 心脏停搏。这样有用吗？他根本醒不过来。总支撑到48小时。你考虑清楚，自己想走哪条路。西北医院搞不定，就让我们擦屁股，不可能。这个手术太冒险了，我不会做。其实，好 ，sorry， 我接个电话。喂 ，OK， 好，有个 EOT， 我要走了。庞医生说的有道理，这个手术风险太高了。手术风险高不高，要看做手术的医生的能力和技术够不够强。如果庞医生愿意，他换肝，你做肿瘤切除手术没问题。但现在庞医生不愿意，我不想逼他。如果你负责换肝，但是在安妮小儿外科里面，谁有能力可以跟你合作做肿瘤切除手术？安妮没有，西北有。
詹德森本身专长就是做肿瘤切除手术，他跟我合作，我很有信心，手术一定会成功。这个手术亚洲还没人做过，成功的话，意义会非常重大。今天的手术分为肝移植手术和肿瘤切除手术，首先会做肝移植，一切顺利，病人情况稳定，就交给许医生做肿瘤切除手术。我们现在开始拨开旧的切口，现在将病人剩下的肝切除。pulse 上升 ，BP 下降。心搏过速 ，BP 降得很快。怎么会这样？横膈膜动得不正常。难道是麻醉科置入动脉导管的时候伤到病人的心脏，像是心包填塞 ？Checko，call CTS 帮忙。陈医生跟戴医生都在做手术，最快要一个小时。等不了那么久。Arrest， 马上做 CPR。我现在注入肾上腺素，没有其他医生吗？已经通知张医生，但是他堵车。有心跳了。他有没有其他 CTS 医生？没有。Pepnit， 很多血，给我50 mL syringe。我现在准备帮他做心包穿刺，先抽出心包腔内的积血。镇定点，下次小心一点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我的部分完成，交给你们。让我们继续，首先把肝脏取出来。Jesus。肝脏取出来，把 graft 拿过来。刘真，好，贴进去。找到肿瘤了，就在腹膜后方，出血。找我。缝合止血，腹膜 out。 有没有搞错？都不懂我。真行啊，回来了也不说一声。因为我想给你们惊喜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求救？你们运气好，我正好来签约。本来我要下个星期才上班啊，没想到提前见到你们。想不到跟你们合作这么爽啊！去喝东西啊，谢谢。喂 ，Ada。邝医生，有救
记者打来公关部，说想给你做个线上直播访问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请他联系我。不说了，还有事。Sorry， 我也有事。救不活了，你把他骨头都压断了。走开！住手啊！走开！死亡时间2132。邝从心，你给我站住！非要拖到最后一秒，手术是前天9点半做完了，你记不记得？你一看到超过48小时了就停手，因为病患在术后48小时内死亡，需要将报告给死婴停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我没这么想，病人就在里面，你进去跟他说。我姓 Amos。啊，护士，啊，我姓许，刚才也有帮莫启健做手术啊。我知道，不然我怎么会让你碰病人？能不能借我支笔？好啊，我会一直开机的。Sorry， 我不是搭讪啊。虽然我有这么想，但如果2号床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就随时打给我。不过就算没有问题，你也可以打。OK。给我的。喂，我先说，我还没说，我没说，我先说，让我说。喂，我聋了。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晚还不睡？你还没讲故事，猫咪说可以听完故事再睡觉。OK， 那想听故事呢，就乖乖的坐到床上。坐好没有？坐好了。上次的故事讲到哪了？哇，这次胡须医生可厉害，他帮一个调皮的小朋友做了个大手术。不过这次胡须医生呢，要跟个坏人医生合作才能完成那个大手术。坏人医生帮调皮的小朋友换完肝之后呢，就轮到胡须医生出手了呗。哎呀，电梯到，下回分解啊。
全香港第一间引入第四代希波克拉底机械监控制台的医院。关于这个系统，现在有请我们医院新上任的外科主管为大家讲解一下。从未曾怜悯我。